绩效满打野必须出肉刀加 CD 鞋。本期视频联手抢先服国艺绩效满山飘，为大家带来新手也能 C 的绩效满最强出装。为什么出肉刀不出红刀？来看一下伤害对比。出肉刀一套一一技能，最终伤害为2529点。换成红刀同样一套一一技能，最终伤害为2278点，红刀要低几百伤害。再来换一套组合技，出肉刀一套一二技能，最终伤害为2463点。换成红刀同样一套一二组合技，最终伤害为2191点，红刀又低了几百伤害。再来换一套组合技，出肉刀一个二一组合技，最终伤害为1124点。换成红刀同样一个二一组合技，最终伤害才623点，红刀伤害直接少一倍。要知道一个技能少几百伤害，那么一套连招就是少近千伤害，而且肉刀还有1000多血量自家容错。为什么要做 CD 鞋？因为绩效满纯靠技能刷野，冷静鞋第一可以大大加快绩效满的刷野速度，第二可以确保刷完野手里还有技能去帮队友抓人。如果你的绩效满发育慢，身板脆，伤害还刮痧，就是因为你选择了错误的出装。一个依靠技能近身打控制和伤害的英雄，冷却伤害和坦度都是缺一不可。最后完整的打野绩效满出装名用奉上，新手建议选择抵抗鞋提高容错。如果你还不会玩，看我之前的教学，分分钟就能学会。